腾空起飞。我们看到整个过程。是一些图案，然后自己乘坐的机型，这是我之前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可以获得一个签名，帮我填写一下飞行日志。真的是特别的激动。其实719，听说它要首航了，这一周我都是一直在关切这个动态，并且去关注它什么时候进行售票，然后从它售票的一刻就开始